不好意思，先挤我一下啊，我们带证件。哎，知道来你的情形了哈。对，很好了，先生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总告的啊，这边被总开总告的啊。你是要怎么样吗？你怎么样吗？啊，你先生讲话不要那么激动啊，讲话不要那么激动啊。我就在开的啊，哈，不要那么大声啊，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啊。本分局林洛分驻所原请于3月19日11时许执行巡逻勤务时，见一名男子骑乘机车，未戴安全帽，且手持行动电话，上前将其拦下，并告知其违规事项。该男子先向原警求情，能否不要开罚？但原警本于职责，还是依法自担告发。该男子见求情不成而情绪激动，进而质疑警方执法。在自担过程中，自称是男子的母亲也到达现场，质疑原警执法不当，